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成立满三年，运量呢也将突破3000万。今天桃机发表全新的 CIS 是企业识别系统，希望呢能够借此提升品牌形象，增强全球竞争力。CIS 企业识别以奠基台湾智能环保、真诚服务等四大要点。董事长尹成鹏表示呢，近三年来已经达成多项里程碑，包括第一航厦扩建及服务品质评比分组第三。全新的企业识别未来将会应用在机场的文宣、行销以及纪念品制作。